吃饭，不是上课喽。大家好，大家晚安。OK， 大家好，我是村长。村长，我是村长。OK， 安利的喝，安利喝，先吃饱，先吃饱哈。不过筷子不要放，没关系哈，大家边吃啊边愉快的吃哈。今天呢，我先代表着台湾好基金会及培华村所有工作人员，欢迎这一次参加第七届这个健康城市，还有这个即友善，友善什么？即高龄友善城市，还有颁奖典礼及这个成果发表的来宾。那今天是个很难得了哈，这个活动来到铁花村。不过呢，在活动之前呢，我还是要按照这个主办单位他们，我还是要介绍感谢一下这个介绍一下这个来现场的来宾哦。首先呢，就是要介绍主琴很多了，就大概是简单的介绍，大家就用心听哈，用力吃饭。首先第一个要那个介绍的来宾是国民健康署的长官们，有没有在？还在吃饭 ，OK， 不要紧，继续。来，还有再接下来就是健康城市联盟和洪德仁理事长及李监事们，在这边在前面这边辛苦了李事长 ，OK， 好，再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来自这个前台湾的这个专家学者们，还有本地的这学者们哦，好，欢迎他们，谢谢。那接下来呢，就是各县市的来宾，自己掌声哈，自己掌声哈。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我们辛苦的台东县府团队，OK， 要吃饭哈。最后呢，就是这个我们台东县这个卫生局张冠宇局长，张冠宇局长在吗？OK， 好，今天呢这个活动呢。我们铁花村还是安排了非常这个友善的节目哈，也是非常和蔼可亲啊。大家吃的今天呢，大家吃饭回家睡觉一定会睡得万事如意哈，会虎虎生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表演的团体呢是南王姐妹花，有没有听过他们？哎呦，你们来干什么？就来吃饭而已吗？没有听过，他们有得过金曲奖呢，最佳专辑奖，有没有听过？这样就对了嘛，OK， 热烈一点嘛，这个就，OK， 不管怎么样子了，吃饭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呢，吃饭除了吃饭之外呢，听表演也是很重要啊。今天安排这个金曲奖最佳专辑这个团体哦，那大家一定会吃得下饭，会吃得非常的勇猛。那我大概先介绍一下我们铁花村的环境哈，各位在你们这后方那个亮的那个吧台就是吧台啦。你如果说这几天你来到台东睡得不好或者是吃不好今天呢有个地方可以让你消除体力恢复疲劳的饮料你要点多少都跟那边都会点的，然后会有。那我们的那个厕所呢是在这一边女生厕所男生厕所都在这边今天没有吸烟区今天就不要抽烟了。如果说你们抽烟的话，我们铁花村会开单我们就这个蓝色小屋子呢是我们这个平常室内表演的地方不过呢今天是我们歌手休息的地方可以表演工作人员呢就不要超过这个地方那各位就轻轻的在这边走动走动。那待会演出当中大家可以拍照，但是不要用闪光灯看得到我吧，不用闪光灯我这个肤色在台东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特色，没有特色的已经是2B 的颜色了都可以照得到的，不要用闪光灯免得那个眼睛一面一闪看不到。好，吃饱了吗？哇劲了我们还有姜母鸭啦OK， 不管今天的菜色非常的特殊是在地的风味餐大家就敬请慢慢的吃不要吃得太快，我们的节目应该是到12点才结束OK， 好，那这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呢都是个表演的时间，那大家就尽情的吃，尽情的走动，还有尽情的吃饱。好，现在我们掌声欢迎南王姐妹花。
我知道。